这几天可是冻坏了啊，这个天越来越冷，每天都在忍受这个寒冷空气的侵袭啊，穿着上肯定啊少不了捂严实一点啊。网上各种段子是吧，包括什么叫了顺风车出来找一个冻得像傻逼一样的人，结果人家司机一看有15个像傻逼一样的人冻在路边上，是不是？那确实从这个1月4号啊左右开始呢，这个北方的强冷空气就开始影响中国啊，把我们的从北到南啊这个吹了个劲，而且关键是它还不走，而且继续降温啊。今天早上北京已经迎来了这个最冷的多少年以来啊最冷的一个早上啊，不知道是被冻醒的你还是怎么醒来的。所以有一位朋友在网上说，这个第一次知道在眼镜上喝气啊会冻成冰的情况啊，我的这眼镜要是哈一口气在北京可以冻成冰，你想一想，真的太冷了，请大家注意保暖吧。